我要小许多哩，我要小许多哩。Hello，为什么？他说等一下装，等一下让我看一下消息。为什么？他说前方在装蛊，那个装蛊太复杂了。那为什么不让我睡觉？我也是刚才知道，我也是刚睡着，死了，没事，还是时间来问你。Hello，早上好，吃个早餐再出发。早上好呀，早上好呢，你在摇晃桌子，啊，对不起。摇晃桌子，我也不想粘假睫毛了，喂，马上粘吧，马上上舞台粘吧。肯定啊，你现在跟昨天要一模一样。对，我就不要马了，上再粘，马上还可以粘吗？我要翘。可以，我这给你么限定早，一我天。这两天都这么早，完全不够睡，完全不够睡，我怎么要困死了？昨天也是7点的，今天也是7点，完全不够睡呀，宝宝们，咋办？完全不够睡，完全不够睡，完全不够睡，完全不够睡。晚上不开播，开播干嘛呢？后面怎么补？明天就去杭州，后天就户外直播，大后天户外直播，没法补。你搞这个干嘛？弄掉吧。你怎么弄不掉呢？你让我前面弄，我后面来着。完全不够睡啊！我要成疯了，我要成疯子了。我快疯了，家人们！我快疯了，家人。哎，那个定型的呢？你们怎么都这么早啊？啊，你们怎么这么早啊？这么早不睡觉的吗？都不睡觉起来上班吗？你们都起来上班了。你又在摇摇晃。好，OK，卸好了。你在摇晃。昨天也是这么找的呀，所以晚上不想直播了。昨天晚上回来，太困了，太累了。怎么又在晃这个东西？怎么这样？我真没晃了呀。它怎么会晃呢？哎，好了。你们都上班呢？哦，那怪不得平时你们不陪我熬夜。你们都要上班呢，都要起早呢，显眼包起这么早，不是不让叫显眼包了吗？怎么还叫显眼包呢？你不准叫。田雷姐，我在出租车上机场。田雷姐姐，你去哪呀？你去哪呀？有回音，老板，什么回音呢？有回音。嗯，要送孩子上学，娃都上第一节课了，我都。在外面打拼，照顾好人家宝贝，不用操心了。照顾得很好啊，他那么大了还照顾啥？又不是宝宝，又不是，又不是那个，又不是不会说话、不会走路、不会吃饭，当他是宝宝呢？男孩子这么娇惯干嘛？回音太大什么意思啊？我不懂。
就是说话声音有回音啊。怎么会有回音呢？谢谢慧姐。慧姐起这么早啊？慧姐好早啊！谢谢，因为有你。这位是小棉袄，谢谢。有杂音，把这个窗户关了。不知道，是个窗户的问题，窗户问题杂音。好了，没有杂音了。哎呀，没吃早餐，我想先那个啥，先化完妆再吃。化完妆再吃。在杭州等我也好的。杭州见，杭州不会下雨吧？我看天气预报下雨，我想难受。下雨就完蛋了。田雷姐你去哪？田雷姐我放前面，等下别人又说我。那我准备盘头发呀。那你盘吧。杭州现在下雨啊！哎，像我这两天都不下了。下雨啊！它今天下雨不代表那天下雨。我最怕那种下小雨，你知道吧？要不然就干脆下的更猛烈一些，我就在雨里洗头发。它下毛毛雨还不知道怎么办。猫刚是 kiss me 的，下雨也不怕，现场等你不行，大家都感冒了怎么办、啊？谢谢小棉袄。手术后的伤疤，这个像手术后的伤疤吗？这个谁在这里做手术啊？有毛病吗？啊？谁在这个地方做手术啊？有什么手术是通过这里做的？13、14号吧，14号到杭州。田雷姐说去成都，田雷姐，你14号回来吗？田雷姐，14号来杭州吧。现在在广西，14号到杭州，嗯。昨天晚上被蚊子给咬醒了，昨天晚上好多蚊子，我就醒了，哦，被蚊子咬醒的感觉太痛苦了，真的。所以上次我说那个驱蚊液你们一定要买。
对吧？然后被蚊子咬醒，然后我醒来以后，我想着，哎，把空调打开吧，应该冷一点就不会有蚊子咬了。睡了一个小时又被咬醒了，啊，绝望的感觉。我打电话前台，我说有没有驱蚊液，他说那个抽屉里面有，就一插上就没有蚊子了，嗯，一插上就没蚊子了。哎，家人们，今天早上我觉得我的心态很好，就很多人在公屏抠那些乱七八糟的字，我竟然不生气，我竟然可以视而不见，嗯，我今天还不错，呵呵，给自己鼓个掌。酒店摇，哟哟，洋洋姐这么早啊，洋洋姐。嗯，不理他们，让他们像个小丑一样。嗯，好，不搭理，不搭理。你们你知道吗？就是怎么说呢？因为你们不是我，你知道吗？我坐在这里，你们下以后，你们如果自己有机会，就是你们直播的时候，其实真的没有办法做到不看，就是没有办法，就是完全做到熟视无睹，完全不在意，其实是做这个很难的，你知道吗？所以我不看公屏，我就看着我自己，我不看公屏，我可以做到。就你看到了，就是其实人都会有一些不舒服吧。就是特别像我这种心直口快的人，我看到了我真的就是想反驳他们，就想怼他们。你说我太直了。谢谢小棉袄。早上好，早上好。早上心情要美美的，是早上起来发脾气一整天都不好，是不是？如果早上起来就来说，是杨姐，有浪漫的礼物，一早上起来说毒话的人，一早上起来污蔑别人说难听的话的人，一整天的运气都不好。一整天运气都不好，是不是家人们？我们早上一起来就要说好听的话，不好听的话咱们尽量不说啊。没有雅雅早上起得太早了，谢金刚哥。什么不谢你呢？是不是没看到吧？你再送一个，我谢你、啊。啊！杨姐，这个礼物好看是吧？准备去录节目，嗯，我们其实这次过来广西是来，广西玉林，咱们是来，谢谢姐姐，我一说大家说浪漫的礼物，姐姐送了一个，这是我们来玉林是来录制，广西的一个综艺叫做。新民歌大会，嗯，然后这次来玉林录的话，我觉得节目组真的很用心，节目组真的很用心，哇，好，你今天晚上势必精彩绝伦，但是我不直播哟。
看到我彩排了是不是？谢谢晴晴，一早上看到糖宝心情好。嗯，夹半天夹不起来这个啊，是我拿错了吗？你看它夹半天它是掉的，你有没有那种电动的可以把它卷起来的？有，但是我没有带，到时候带不来。嗯，那我现在睫毛就是往下掉了，怎么办？给你贴。有摇晃，谢谢晴晴。今天晚上在玉林十字街，对，我们要录制节目。其实我们这次不是来上晚会的，就是来录制节目的。嗯，玉林现场人太多了，因为玉林人他们特别，我觉得他们的心态特别好。就是其实我们长沙也这样啊、哦、长沙人也这样，就是很多人，大部分人他觉得我今天有没有享受生活今天有没有享受生活。嗯，拿个棉签。今天有没有享受生活？但是我有，但是像我的话，我就真的太久没有享受生活了，没有啥还享受生活，完全就是没有生活，没有生活。谢谢晴晴，晴晴是主播吗？你们可以去忙你们的事情呢，你们可以去工作呀，去做什么，我就是在化妆。谢谢你们陪我啊。洋洋姐你忙不忙啊今天？洋洋姐想看睫毛膏，哎呦，谢谢祝银奇。谢谢雪莲花。哎，这几天14号在直播啊，跟大家说一下。昨天没记。
看你也是工作，真的吗？今天是几号啊？今天十一号吗？十二号。嗯，叫你干，站得高，到处都是风景。不知道，有时候我自己都不配跟你们讲这些东西，我觉得自己都迷茫。哎，这个没有那个球球吗？球球，你说球球啊？算了，昨天是处理节，要不要跟别人一模一样？不能一样，我可以给你带个那个。一样吧，就这样吧。但其实这样不好看，太小了。我有带了一些彩虹。带了一个。嗯，带了一个。带了一个，那个可不可以用上？算了，等下别人看出来不一样。不直播，不直播，太累了这两天。好呀，杨姐，好，杭州见哦。有东西吃啊，那是什么？而且好多你喜欢的，我看到的小版的。好，来。等一下，我要把牙套取了。先取，我再。等一下啊，我要吃东西直播了。我要吃东西直播。放哪儿呢？哎呀，我都不知道他们要我一天戴20个小时的牙套，你说我怎么疯？我在想，那我就没有，就没办法吃东西了。顺便可以减个肥，不吃东西。啊，我觉得那不是牙医，那是让你减肥药。一天我在20个小时，我每次，我比如说想吃零食的时候，都要取牙套。对啊，好难受。哦。我真的烦死。老板，哇，有这个，狗肯定有啊。但是昨天在这边看，又没有果然是的。真的，我这，哟，姐姐来了，妮姐来了，这么早。哎呀，这哈欠打的哈欠连天，我天。昨天幸好下午我们睡了一会儿，不然真的是要晕的，要晕倒。老板，嗯，要不要发？没事吧？换，没事，就这个吧。一点点，你不要洗吧。油条，我再喝口水。哇，好多吃的，嘿嘿。吃早餐了吗？这什么漏水啊，我不喝咖啡的，家人们，我不喝咖啡，我困得不行的时候也不喝咖啡。嗯，远方宝宝，我不喝咖啡的。然后昨天那导演就问我，他说，哎，那你是靠什么提神的？你是喝浓茶还是喝咖啡？我说我都不搞。他就死硬撑呢，就是硬撑。快，等一下，有，这个被我，谢谢小喵，这个被我刚刚弄毛了，出来一下啊。嗯，来了，来，我来。我一不小心弄毛起来。有了。哎，这个是啊。等一下，再来一遍。谢谢欣姐红包。
不小心弄毛了。就是靠意志力。我昨天睡得还没前天好啊，昨天还醒了几次，没事，我觉得我可以，感觉又行了。唐毅挺懂得享受，我享受啥了呀？这位哥们儿，我享受啥了？我还没你享受呢。嗯，为什么玉米这边的油条这么好吃？嗯，我觉得好好吃，好好吃。嗯，欣姐，你一来就上人了，像几岁的小孩说话，那我就是几岁。啊啊啊，也很多美食，我知道。那天晚上我就吃了好多酱了。没有豆浆。没有豆浆。哎，应该没有。有什么？不要。老板吃的是啥？好吃吗？好多东西吃呢，有河南老娘来了，咱们关注一下河南老娘呢。这么早开播吗？好多东西吃呢，你看鱼丸，哎，这个感觉好吃啊。嗯，鱼丸虾馄饨，嗯。嗯，好呀，好吃啊，好丰盛呐，多少斤呢？100多斤，不到120斤。唐毅带货不错，馋呀，吃不到呀，你谁让你不来呀？谁叫你不来呀？简简单单又得一餐，我把这个拿出来给他们看。我只要一吃东西就上人。啦啦，玉米达人，哎呦，咬不到，一个女的吃那么多，女的就不能吃啊？啥话？啊？我说又没吃他家的，而且他还说了，动来动去，后面发型师你搞不了，发型师都没说话，你说啥？轮不到你说。这是。这我已经，对我没说话。对吧，你要说没事啊，快点坚持吃。没关系的，我都习惯了。对，我要看一看先，没事的。对，今天呢，我吃你东西了。
我个女的吃那么多，这吃你的啦，吃你家饭了吗？欢迎小草榜，是不是啊，姐姐们？嗯，打死他们。翻白眼，一个白眼翻死你。好嘞，心怡姐，晚安。该吃吃，该喝喝，那么多废话，非要我骂你是吧？我忍了一上午了，我真的，这些人，我为什么好脾气啊？谢谢小草宝，还是这个好吃，还是这个好吃，可以把油条泡在里面。你吞吧，嗯，我把油条泡里面，好好吃。打死你们，真的是一大早没事做是吧？啊！好好工作，好好赚钱，真的，这废话那么多啊！好，姐姐，快睡快睡。你说是不是家人们？啊，不骂你们不行是不是？一早上不要骂你啊！我早上装的，我说我看到黑粉好像没有看到，今天我就变成那个了。然后他们表扬我说，糖宝不要看，糖宝进步了，管不了两秒钟。谢谢小皮特啊，老娘家的小皮特啊，咱们记得关注榜六的河南老娘哦，是不是要开播了你？啊，榜六的河南老娘哦。哎，哪里是我栽培？第一，老娘本身唱得好，那不都不用说了。第二，公司给他的规划好，对吧？是不是啊？天哪，这个油条绝了，还想吃。就油条泡的这个汁，吃饭不生气，老娘加油啊，老娘，别灰心啊。他们说后面在咽口水，你咽口水吗？对呀，你怎么？他们看出来了。你不吃过早餐了吗？没有。你没吃啊？我来一来就会换水。那你换完，我看你下去吃啊。我就随便吃点玉米就行了，我下去吃。我这个是都是我的，不是你的。好，那我走。哎，那你走。你的打包上来，你下去吃不到了。没事，那怎么办？我这个吃了。没有逗他的，没有，开玩笑的，我可以下去吃啊。开玩笑，我还一包的面包呢。9:30，9点钟又没有早餐了吗？有啊，我下去吃就好了。对，下去逗你的。逗你的。下去吃就好了。开个玩笑了。对呀。有个人说，这一层粉可以下一层楼。娟子骂你呢，娟子骂你。我明明就只打了薄薄的一两层而已。对啊，